这个牛腿的这个构建其实跟当时的生活的方式是有一种结合的，所以我在这面墙上的话用了中国的传统的墨水以及用一种现代的材料荧光粉做了一个结合。我叫陈伟，但是我更喜欢大家叫我阿伟哥。2013年的时候偶然接触到了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木构件，它叫牛腿。一开始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设计元素用在我具体的设计上面，但是渐渐的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艺术的一个表达方式。我在2014年的时候完成了一本专著，这本专著的名称叫匠心水笔。由这本书还展开了一系列的这些创作，包括一些视频上面其他的一些载体上面。我觉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从一名教师变成了一名设计师、策展人。传统是未来的现在，希望把艺术能够走出这样一种限定的一个空间里面，能够走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去。其实我们的新生一代非常热爱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只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重新拿起。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平等互动的方式来激发这些年轻的学生来了解传统的一种认知。从小出生在杭州，杭州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安静的，非常小巧，非常精致的。我会觉得这个城市的独特的这个魅力在中国其他地方很难去找到类似的。杭州这些年的一些快速的发展其实对内心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在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重新去定位自己。那杭州也在找这样一个定位，我们杭州人也在找这样一个定位。就像我在画这个牛腿的这个构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从一开始的这个完全的模仿到后来的一个裂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时候我觉得需要彼此之间相互的一种理解。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杭州来讲，觉得还是蛮幸运的。2022年在杭州召开的亚运会，希望以我的一种艺术的方式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用这个亚运会的 logo 和我的一些联想，把我们杭州市的一些美食、杭州的一些传统故事进行一个结合。我希望未来的杭州应该是健康的、生态的、有序的、和谐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能够交融的。每一个人在杭州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呢，都能够把杭州的所有的这些精彩的部分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同时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共同为这个杭州添彩。我很高兴和这个城市同时在成长。